会在台北的某一个地方办活动，然后因为那个地方开车会很塞，所以我们三个人就是签名会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去搭就是捷运，然后到市区。对，最重要是环保。对，因为现在都要减碳，然后一起搭起共乘，然后我觉得搭乘大众捷运是最好的。对。推出的信心满满的，对不对？这次信心满满，我觉得最开心不是说那个终于推出一个新的专辑，而是说我们推出一个很棒的概念，然后呢就是要大家有一个虚弱的精神，希望大家能够爱自己，更了解自己，然后展现自我的魅力，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女英雄。就是我们自己也是朝这个方向不断的努力，然后就更希望鼓励我们所有就是歌迷朋友啊，或是一般人，只要听我们的 CD 都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希望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心，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前进。对，谈一谈今天晚上的演唱会是不是会比前面两场来的更为性感？不知道哎。希望不要，因为我觉得已经够性感。可是我们这边天气好热，热到我真的不知道晚上会发生什么事。对，而且如果歌迷非常热情的话，我们就会更嗨。嗨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做出一些比较恐怖的事情。没错，我们自己也无法控制，所以大家敬请期待的，尽情的尖叫，谢谢。是，但是演唱会其实要成功的话，分很多不同的因素，包括了第一歌唱嘛。对于 SH 的歌唱实力呢是毋庸置疑的。然后服装的方面呢，当然是有很多的惊喜。还有在硬件部分，我们这次有这个无重力悬浮舞台，哇，听起来好神奇耶！对啊，就是要营造一种很特别的那种太空感。对，在视觉上很特别。对，然后所有的歌手啊、乐手老师他们都是悬浮在空中的感觉，给大家视觉上一个震撼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不只是在歌唱上面，然后会很尽情的唱歌之外，我们在编曲上面有一些改变。对，然后舞蹈也有，就是新全新的对编。三位在演出之前有没有一些非常特别饮食的一些选择？我觉得来到新加坡一定要吃新加坡当地美食，像肉骨茶就不能少。对，然后还有班丹 cake， 像我们已经很多同事已经订好了，回台湾要带回家了。对，一来到就觉得不管去住哪里，都是每个饭店都是很舒服的。然后呢，走到路上呢，这个街道都非常的干净，然后呢，食物都非常的美味，心情大好，非常好。而且我们这次知道在场地旁边就有这个捷运站，就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歌迷来看演唱会就可以坐 SMRT， 然后不用再塞车。对。然后过一条马路就可以到会场，很棒。太棒了！我们主持快乐星期天，然后我们去山训，然后你知道山里面都很多蛇，然后以前我都以为自己不敢抓蛇，然后我看那个老师抓的好像一点都不害怕，所以我想说应该没那么可怕，我就抓了，我就克服了那个问题。所以像这次就想赖着你，赖着你里面第一期不是有抓蛇的部分吗？那个真的是我自己的手，我亲手抓的，就一点都不害怕。你像那时候高中刚毕业。然后我就决定，就先不要去考大学，然后就进入演艺圈，就是这是我自己决定的。然后我觉得我的决定是我可以承担的后果的，就是我对我的人生很负责，然后很勇敢的做出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跑宣传的话，遇到什么蟑螂什么？对啊，我是很胆小。他们好像他们两个都会，都我身边人都会，然后我也不敢在那个住饭店的时候不敢自己一个人睡，所以在勇气上面我是很弱的。可是，但我觉得我在面对我自己的心灵层面，就是不管面对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或是一切事情的承担能力，我觉得我是很勇敢的。就是这方面，我觉得我很接近虚拟。你知道我们现在目前坐着的哈，就是这个 SMRT 地铁环线列车的椅子，好可爱哦。对，因为如果我想带回家啊。2010年的这个事业规划有哪些？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？下半年度的话，我们会有各自的计划，但是。我的话应该就会去主持节目，现在已经谈得七七八八了，所以大家到时候就可以看到，也希望可以支持。所以对于那个主持的节目的类型或者是搭档什么的，还现在已经透露了吗？还是现在还应该还不行啊，因为可能还没有确定。可是我觉得应该会很蛮有趣的。就是你自己最向往的，就是主持谈话性质的节目嘞，还是游戏性质的节目嘞，还是美食节目呢？美食应该是很棒，美食啊、游戏啊，或者是小短剧，我觉得都很可爱，然后蛮想试的。会出个人专辑。接下来要准备的是在音乐方面的这个部分，对不对 ？Solo 的这个部分。对，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，我真的很开心。然后希望到时候推出，大家可以支持。目前这个 Solo 专辑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已经开始在着手了呢？有在就是收歌，然后即将可能快要录音。
所以啊，接下来因为是solo 的这个部分嘛，所以单独的走入录音室啦，单独的接受访问啦，单独的跑通道啦，已经就开始做好那方面的心理准备了没有？会不会担心就是很孤独？会，我很担心，而且我觉得我就是，譬如说面对媒体啊，或者是访问，我很怕我没有办法胜任，所以其实有点紧张。不会，一定可以的。应该下半年会去拍电影。拍电影。七七八八了，然后希望到时候那个电影那个开始上映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电影明星哎，嘉华。对啊，电影明星要谢谢大家，因为其实我们也不是常常来新加坡，对，可是每次来，歌迷朋友都非常的热情，让我们觉得来到这里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。对，而且这一次演唱会的票就一下就被抢购而空，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的热情，然后对 SH 的支持，所以我们也会继续努力，然后今天晚上演出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，小心哦。